在干嘛呢？我们一起去那儿吧。点击 W A S D 即可移动角色。点击任务追踪面板中的 NPC 名字，可进行自动寻路。Thank you.
花灵让我们帮忙准备今晚的海神祭，你忘记了吗？我们快过去帮他好吗？你又躲在这里逍遥，你在磨蹭什么呀？还不快来帮我准备庆典晚宴！李叔，你安心做大餐去吧，剩下的食材交给我准备。哎呀，小瑶，还是你体贴老头子。你们几个快点帮忙。你们等等，把我新做的衣服穿上再去吧。点击装备按钮即可完成任务，动作模式请按 Alt 呼出鼠标点击。
使用技能攻击怪物。使用技能来攻击草青吧。现在我无法使用这个技能。好可爱，真想养起来。你们总算来了，年纪轻轻就拖拖拉拉的。想当年，点击任务追踪面板中的 NPC 名字，快让你们的飞鱼旗飞起来吧！为年轻人的梦想和热情吧！海神啊，我希望……花灵啊，是该好好向海神祈祷，希望有男人愿意收了你。在冲刺跳跃的过程中，我听到爷爷的咆哮声了，会进行空中腾跃。使用轻功时会缓慢消耗轻功值，轻功值不足则无法再使用轻功。常规状态下轻功值会缓缓恢复。
这道海神跳墙可是老夫的心血，半点都不能疏忽。嘀咕什么？快把菜端去给客人试吃。小镇卖的酒可都是里头酿的。哥俩好啊，三星照，六六顺。铃声，是爷爷在召集大伙儿，我们先过去好吗？哎，等等，把这道海神跳墙带去，赏他一口尝尝。王公偷吃，想当年云垂皇宫里珍馐遍地，龙肝凤髓，每天八百流水席。哎，打住，海叔他们怎么还不回来？今天耳边似乎总能听到海的怒吼，这种不安的感觉。去吹小号角。哦，总算回来了，等死姐了。女人就有束缚，还怎么乘风破浪？爹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回来的路上遇上了海妖，差点葬身海底。哎呀，多亏了一位驱魔师，他。
不要，我好着呢。收下老夫的一点心意。不必，屠魔是我们怒灵的天职。收着吧，真想谢我就快弄点吃的，快要饿死了。点击任务追踪面板中的 NPC 名字，可进行自动寻路。